近日，有网友爆出9月23日，在乔二良去世一周后，陈乔恩悼念挚友的图，这是近期热播的《放弃我，抓紧我》的剧照。这张乔二良拥抱陈乔恩的剧照，所相应的是剧中女方穿着自己设计的婚纱向男方求婚的剧情。剧照中深情相拥、沉浸在幸福时刻的两人，如今已是阴阳两隔。网友们得知了这张告别图的来源后，不禁大呼，瞬间泪崩。近日，由陈乔恩、王凯、乔二良主演的电视剧《放弃我，抓紧我》开播。这部电视剧作为乔二良生前的一作，受到了许多关注，而陈乔恩深夜发博悼念挚友，却陷入了炒作的争议。现在网友扒出当日陈乔恩发的告别图的来源，不少网友还是希望乔恩姐姐能尽早走出好友离世的痛苦。Kimi 一定也希望你好好的。相隔着无边距离。